先喝，我一会儿回来。你干嘛去？他叫我跳舞了。跳什么舞啊？坐着干嘛呢？会会说话呢，跳舞了，走。哎哎哎，回来！把手松开。今天你是客人不知道，回来坐下。让你回来坐下，听到没有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让他呢进去跳舞，跳完以后再回来陪您喝玩，行吗？我刚才说话你没听见吗？他今天是客人，跳他们什么舞？你说他不跳谁跳啊？你跳喽！哼！您跟我开玩笑呢是吧？谁跟你开玩笑？我他妈今天就要看你跳！我跳算怎么回事啊？客人花下来是看他跳舞的，怕钱是吧？跳不跳？能不能跳？